林，袁公子的厢房安排好了吗？大师兄，已经安排好了，在西厢房。那还不带袁公子去休息？好嘞。师兄慢走。眼珠子快掉出来了。毕竟当初为他磕过筋嘛，多看两眼不是很正常？你看他的眼神，好像要跟他走了似的。那就这话说的，怎么跟害怕丢了糖果的小孩似的？你好像挺舍不得我跟他走嘛。你一天天的把喜欢本尊放在嘴边，你要是跟他走，说明你在说谎。我讨厌满嘴谎言的女人，我会直接杀了你。这个妖王也太难相处了。怎么退后了？被我说中了？人嘛，贵在知难而退。我在练习怎么才能贵。带路，西厢房。这边请。我喜欢你，将我尘封的爱意告诉你，告诉你这世上有一人爱你如生命。九尾妖王有意思，这九尾妖丹想必会十分美味吧。这一世我定要整个逍遥门陪葬。凡纳佛陀心动值减生，目前心动值清零。大半夜不睡觉，做老娘心动值干嘛？一